锵锵三人行，咱们这个徐老师哈还没有从欧洲回来，还是这个旅行家的背心儿。回来。我感觉是他把欧洲带回来了。他整个人冲进来，今天冲进来，然后还把欧洲风带回香港。待会儿咱们预备的有一出，大家就会了解到，他不光是把欧洲带回来了，他把欧洲的这个裸女都带回来了，是吧？但是咱们先别说裸女的事儿，先说说裸男。哎，你知道最近这个徐老师，你也不能老陶醉在欧洲，你得陶醉一下真正全世界人民共同关心的这个公共话题上面去。什么呢？这个汤姆·克鲁斯的老婆爆料，看见汤姆·克鲁斯和那个小贝同床，这事儿，同床是干什么？他没说，没有清楚的说做什么嘛？干什么？他说有暧昧的状态嘛？哎，咱们可以看看照片，这俩还真般配。你要说这个，你看，你瞧，好朋友啊，就是这个汤姆·克鲁斯劝这个小贝夫妻俩呀。住到洛杉矶，离他们家就走路走五分钟的路啊，你知道吗？甚至他们有一个儿子，这个小贝说呀，我儿子起名就叫克鲁斯，你知道吗？就这样，你看他老婆都找别人去了。你看这俩互相间呢都很欣赏，就说他是我所见过的这个最帅的男子。这是好莱坞人。你要是只看这个照片，只看这张照片，你觉得谁的年纪大？差不多哈，说到底谁比较大？我徐老师比较大，应该留意。实际上啊，汤姆·克鲁斯50岁了，哦，那个贝克汉姆30多，哎呦，汤姆·克鲁斯喜欢贝克汉姆是吗？他那个贝克汉姆到就是洛杉矶的那个豪宅区啊，那个 Beverly Hills 找房子就靠近他那里，也是他的朋友的经济帮他找的。对，就是刚才说嘛，我跟你说，现在我可以说了，当然世界上不会有每集都看《锵锵三人行》的观众啊，但是呢，假如这个上天有知，我在多年之前，我在节目里曾经说过，当时我不敢说这个人的名字，我说我的朋友去好莱坞去拍片谈合作，好莱坞的这个很金牌的制片人就说这个消息的含金量啊是相当高的，回来跟他讲，我当时就没敢说名字，说有一个好莱坞明星，他实际上呢是合同婚约，是同性恋，多年来都是这个合同婚姻收钱的，是吧？对外必须装的就像夫妻，因为呢他是这种就说是经常打呀猛男呐，你要说是同性恋呢，可能会流失很多一部分的这个迷他的电影观众，尤其是女性观众。对，今天我可以说了，这个人就是这个汤姆·克鲁斯，他三次的婚姻，你看他的老婆啊都是绝棒的，第一个是那个西班牙的那个女明星，对吧？就那个嘴巴大大的，我老叫不出她名字的。第二个Nicole Kidman，都是不得，而且他们统计出来，跟他结婚过以后，他们的事业都上升，就是离婚以后啊，他们都上升，所以他是一个美女培训班呐。没有，这个我们看这种新闻啊，也看太多，他背后的理由我们都明白哈。那除了 Tom Cruise， 还有另外一个前一阵子有新闻的嘛 ，John Travolta， 中文他也可以说了，他厉害了，他敦特拉华达，香港人翻译的，他没有承认，可是他被人家控告他嘛，性骚扰嘛，非礼嘛，就是男的给他按摩，然后呢，他就倒过来，明明他父亲请人家替他按摩，他就。伸手替人家局部按摩，那坦白讲，我一看到这种新闻啊，我就整个人崩溃了。崩溃，他是我年轻时候的偶像，阳刚的那种。为什么崩溃？我最不懂了。就算他有同性的爱好，这就损害你的对他的崇拜吗？不是，我崩溃是因为早说嘛，他早说，早说你就反客为主，对，你反过来给他按摩，早说我就去找他了嘛，对呀，也不要害我那个崇拜他，然后我也走上婚姻的路上。对，但蛮好玩的，因为往往是这样，那个他有出柜之后，大家有不同的反应，有人崩溃是因为，哎呀，我那么敬仰的人原来是这样，我觉得很丢脸。有人是说真的是感觉是早说，因为那个他一直以来的确哈，我们看见他最英俊的人在好莱坞经常发生嘛。以前有个叫什么 Hudson 的，有个好莱坞60年代的也是非常英俊的，然后最后死于艾滋嘛，
也是后来死前才出柜哈、嗯。那所以这个完全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子。所以那个我觉得他哎呀，说起来我都乱，想到他我就心乱如麻。快去按摩吧，快去按摩吧。你这个他们就是并没有承认的。对，他没有承认。现在只是打官司要离婚案的时候，他说他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爆料，所以这种时候的话不一定完全是。而且你知道这个事情假如坐实的话，他会影响另一边贝克汉姆他们那个黄金婚姻啊，他现在还是奥运的形象大使呢。哎呦，前两天这个温网的最后决赛啊，嗯，这两个人都坐在那里看呢、啊，可那拍出来的镜头啊，他老婆很紧张。那个小贝还在跟旁边开玩笑，那个穆蕊打得很辛苦，全英国都在为他加油的时候，他们这对婚姻又是英国人的骄傲，他又会 break up 一大批无数的人呢、啊，很多女性啊，所以这是还没有给大家留点希望，这是只是说，算、嗯、是但是八卦周刊跟过节似的，现在那家伙就是是太大所有的所有的都出来了、嗯，而且你知道吗？有些是朋友啊，还是什么是朋友、嗯，还是装朋友啊？我觉得有时候挺无德的，就是这种啊。嗯、一有个人出了事儿，中国也有这种情况，一有个人出了事儿，好多他身边的人呢、啊嗯，就给这个狗仔队或者给媒体啊爆他的这个料、嗯，你都想不出怎么会有这种朋友，你知道吗？但是会有，你比如好莱坞也有，就是说这个有个导演就说呀、啊。说你知道吗？他拍不了床戏，就是说每次这个汤姆克鲁斯拍床戏啊，他都别扭的这个要死。嗯，好像床戏是真不多哎，不多。我甚至他都是奔跑的戏，他每个戏都在跑步，哎、对不对？是这个我们这个主编宋鑫是吧？特别找到了一段汤姆克鲁斯的床戏。嗯，咱们在这样的一个标准下再来看看，演的自然不自然。有床戏啊？你忘了大开眼界。那个斯坦利·库布里克的那个大导演拍的《大开眼界》哦，几乎是情色电影。他跟尼可·基曼，哎，我们可以看一段。你看你现在看怎么看怎么不对这不过人家就算怎么样，人家双性恋也可以啊，现在双性恋也很多啊。这他的问题是，这是一旦举证的话，这也是一个人性，很多人可以值得讨论的。因为他的婚姻，你看他，你这 professional 为了事业还保持这么一个婚姻，那婚姻又是怎么样的情况？这真的很难想象。他是受害者，可是说回来，文涛刚说，哎，有人一出事啊，身边很多朋友就爆料，你说你不懂为什么？我告诉你为什么。香港的，这么干就我这样干，我也有我的理由嘛。我现在告诉你我的苦衷，请你了解我。这香港的这个八卦周刊发展到一个地步，他会跟你交换。比方说，哎，你今天真的出了一点什么小事哈，会有人问我们，哎，文涛怎么样啊？然后他会这样说：“子东啊，我们给你做个专访吧。”哦，是吗？或者说，哎，子东啊，甚至说，哎，子东啊，好像听说你也怎么样，然后你要嘛等于要嘛就爆你的，要嘛爆他的，然后呢，你就发现哈、啊，你只要想知道谁爆你了，嗯，比方说你的事情爆完之后，大概一两个月后，你身边哪个朋友突然有个大的、好的、正面的专访，嗯，啊，那你就一份，对，你觉得你就知道应该就是他来爆料。怪不得家辉经常跟我同时上封面了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九韵古法配桃花春曲，采无极之水，汇原酒精华，年份原浆，与景共酒。科技是品质的源泉，责任是品质的保证，品质改变世界，三一重工。
所以你看，就现在包括这个美国那边律师事务所的有人爆料，还拿出他跟他妻子说这个结婚协议这个细节啊，你想，但这都不知道真的假的，说第157条就是不准夫妻间开同性恋的玩笑。而且你看他的第一任前妻啊，咪咪罗杰斯就爆料说他不爱进行房事，不过这个不能说明同性恋，没几个丈夫还喜欢这方式的，是吧？现在无性婚姻很普遍，对吧？但是，哎，徐老师，最近你去欧洲，我听说呀，对这个话题有一种特别到肉的认识，是吗？我去看了那两个著名的海滩，Mykonos， 就希腊有一个岛 ，Mykonos， 米科诺维奇，米科诺维奇、哎、这个岛。这个岛里边不是你是先出了事儿了，还是先给我们看照片，还是先谈你的结论？不是，我就讲那个可照片也可以啊，你看、啊、咱们看看照片，我咱们可以看看，这是一个什么岛？哦，这个是我随便拍的，你看多漂亮！我这是欧洲画，这是也是在维多利亚公园，这个是在里斯本。这在里在西班牙哎、啊，在、啊、不在葡萄牙，在葡萄牙，就这两他们的衣服的黄色跟绿色的搭配，这个树，你看我这个画构图好不好？然后人家两个女生哈，这个画面都、就是这是一对，哎，就是我觉得很美，我拍下来、哎，我也把它放上微博了。再有一张，对，这个呢就是Super Paradise， 这个你们可以花时间可以仔细看，风景。无限有、啊、风光，哎、风光无限。对，那么他原来呢，他就是很有名的，在西班牙岛，在那个希腊岛上的，就以前叫超那个天体沙滩，天体沙滩、那个明信片上呢就没有那些棚，那就是天体的。那么现在呢，其实就是以同性恋著名的，他等于在荒山上，一般去那个岛的中国游客很多，但是很少人会去到的，那个很难去，要自己租车，然后在荒山上转啊转啊，转到一个叫 Paradise， 那转到那个地方呢，一下子一大片几千人，就很现代，也有放音乐啊，有喝咖啡啊，然后就是男男女女睡在那边，然后我想既然有个 Paradise， 我还一定要找一个超级 Paradise， 又出来转，又转了很久，我几乎中间迷路，但最后又找到了，也是这么一个情况，然后我在那里睡半天呢、啊，我觉得跟谁睡了半天，不，我自己在自己睡了半天，你有那么饥渴，要找半天去找那个地方，因为他很出名啊，因为就是好奇心啊，就是因为你看明信片，你看那个明信片，你就非常渴望想去，因为当你看到几百条男人女人都赤裸裸的睡在沙滩上，我很想望，可他们后来说是被美国人搞坏了，美国人保守，你知道，美国人呢。听到他的名声就去，然后美国人去了也不脱，美国人就脱一半，知道吧？那渐渐他们就变成主流了，渐渐当地人现在去呢，其实全脱的人就很少了，几乎就没有了，或者说他们到傍晚的时候他们说才有，大部分人就是半脱，或者甚至就也穿着比基尼这样，但是那个气氛真是非常之好。然后呢，最多的里边那就是同性恋，就是靓仔，两个靓仔，两个靓女，然后在那里，然后你就会觉得好自然呐、啊。我平常啊，我说实在话，我这个政治上，我觉得同性恋根本没什么任何问题。但是实际上朋友碰到呢，总还是带着一点异样的眼光，就好像我们刚才在全世界对汤姆·库斯这个事情还是这么看，对不对？可是，在那个阳光、沙滩、人，就是那么简单的那么一个这个人类最基本的几个要素下面哈，你就觉得好自然呐、啊。而且很美好啊！那你当时穿点什么衣服？我就是泳衣，就是自己的，就是下沙滩。你犯规了！不，那还是要穿一下。但是我要是他们不穿，我也不穿，我会觉得很爽。我偶然我注意到里边，我不知道是日本人还是韩国人，但不像中国亚洲人在那里。那这个我就观察了一下，我说他们脱不脱呢？然后那个男的就鼓动那个女的，后来还害害羞羞的，好像还是不脱。旁边的有些人就欧洲人都比较还是欧洲人。那脱不脱要看什么年纪？我告诉你啊，这一点我比你进步。我23岁已经
在海滩天体裸泳了。嗯，不过不在香港，也不在欧洲，在那个马来西亚的东岸哈。嗯，这不算什么，那我从小就这样。是啊，不，23岁，我是23岁啊。你是小学？我是23岁。你是23岁哈？我20来岁在那边采访嘛，本来去采访马来西亚的一些风土人情，替一个杂志哈。可是到了才发现，他那个月刚好哈是那个。斋戒月啊，斋戒、你是晚上？没有，他整个月，我是白天。他们整个斋戒嘛，白天不吃饭嘛，那没有什么活动给我看嘛，那我就一个人在住在海滩旁边，我就那个裸泳，然后几乎没有人，而且我想说的，我不止裸泳，那时候年轻嘛。那在海上面做了不该做的事哈，还污染了那个海洋。哦，那可是呢，我告诉你啊，那个经验真的好啊。所以子东兄，你下回去记得要好好。你一个人容易啊，对，上千人就麻烦，因为周围都是人，距离其实不远的。就像我们这样这么近，我怎么听你跟宋欣还说什么就有老汉推车这情节是？那是另外一回事，那是我的车，那是在另外一个岛。Santorini 那有个黑以世界有名的黑沙滩，在那个黑沙滩我开车呢，我那个沙滩就我就转开车就不小心的陷到沙里去了啊，陷到沙里去了以后呢，结果就没法开了，就冒烟了，就那这个时候呢，那其实是另外一回事，结果就我没办法弄的时候，啪下来一堆女的，大概30-40岁，很简单就跑来跟我说，他说你坐上去。很轻的往后踩油门，嗯，我们帮你推，就在前面，身上很大的纹身啊，嗯，一对推，推了还是不行，起不了。就在这时候来了一个男的，哇，长得帅啊，三角身材，个子很高，像捷克足球队的守门员。你要是看欧洲杯，你就捷克足球队的那个守门员哈，穿了一个很短的短裤，他拿一来哈，他就拿了几根板。就几根板，他很远看到我们，对，然后呢，他就垫在轱辘底下，趴到那个车下面，嗯，帮我们把那个沙刨开，啊，用那个板垫的拉。我其实当时真的很想拍照，可是我想，我真不好意思，人家来帮我的车，推车，你我来拍照，这太不像话了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久久的想不通一条，我觉得这个是雷锋，而且要我真做不到。你要我人家的车陷下去，我帮着推一下行，我看一下行。你要我那么光着身子趴的多热，你知道这个沙滩 啊，你要进水可以，你站在那里啊，分分钟马上要涂防晒油。这就不用说了，外国都是活雷锋。就哪里说的？我就说的是这个，那些人是都是同性恋吗？不是，那个两个女的是同性恋，那两个女的是同性恋，因为为什么知道呢？因为后来又来了一对夫妻，搞半天半个小时以后，他们才拿出一根绳子，就那两个女的就在那里说。说我早就说了，你们把绳子拿出来，就是我们女的说话不管用，就是这么你们男的这不听我们女的说话，就他的性别斗争意识很强，你知道吗？我这才很清楚的，他说 ，Why because we are not men， 对，在那里，那是很。最后我问了他们，他们最后也搞不成嘛，我最后还是叫拖车公司嘛，因为搞不成，我就问他，我最后问了，我说你哪里来？他说 London， 我说我就说了，哎，问我可是 London， 我说我们要到 London， 他说。Very expensive， 他说非常贵，但是没有这种很坏的沙，他说没有这种很坏的沙。对，那个男的女的呢，就在不远处裸晒，还跟我们打招呼，我还不好意思看他，他还好意思看我，还跟我们打招呼。啊，我后来在想一个道理，我反复在想一个问题，就人什么动力去帮人家不相干的车，这么热的天去排上，你哪里有那么多活雷锋啊？这一般都不会的。后来我想想，爱情啊。这个爱，张占你说爱情使人性变得高尚。其实那一对女的哈，当他们在热恋当中的时候，他们一起做个好事啊，他就愿意。互相之间都很，那个男的也是，女的在那里裸晒，他在这里帮一个陌生人的车，没错，多高尚啊！你知道这事情？这就是当年那个斯巴达那支爱军呐，300勇士全是同性恋，坚守一个山口啊，一个山口我就全部阵亡，无一生还。那家伙就是爱情加上战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有些时刻不会过期，有一些画面值得保存，
严选刹那光辉、即时永恒的奥运夺金瞬间，带你重温当年呼吸停止、心跳加速的经典一刻。奥运夺金时刻，星期一至五，凤凰卫视中央台。窖藏陈酿，经典酱香，喜酒窖藏1988。革新科技就在格力，格力电瓶技术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，让节能舒适一路领先。一赫兹好变频，格力掌握核心科技。我在那个天体沙滩的感悟是什么？我在躺半天，看着那么多身体，我在想啊，我们异性恋哈，其实是有一套标准的。我们通异性恋有三种，一种就是一男一女一辈子，长时间的；第二种是，你分阶段换，比方说我爱他，但是过一阵不好了，我们就分开，我就跟 B 跟 C， 那一辈子可能有不同，但是每一个阶段都是一个人。这是第三种呢，在一个时期有几个不同的异性，比如阿拉伯现在是个婚姻中国，古代也是这样。那现在有的不在名义上，实际上也是一男。那我们形成一套道德标准，表面上的道德标准就是第一个是最高的，第二个是可以容许的，第三个是被批判的。今天的道德标准，当然这是我讲的是中国哈，在阿拉伯国家，在一夫多妻制的国家是不一样，中国古代也不一样。中国古代离婚才是罪，你休了女人才是罪，但是你一夫多妻是可以的。他怎么最近老想这个问题？但是你想想，这些阶梯的性别观念一旦引进了同性恋，特别是一旦我们接受了双性恋，这些概念都崩溃了。是，你既然能承认人家这是人性的可能的存在合理的东西是一个双，既然他双性都有双性恋，那肯定就是多了，对对不对啊？所以对异性恋的这个绝对的道德标准提出了绝大的挑战，这是我在沙滩上。所以大家才那么焦虑哈，大家通常说为什么恐惧或者说讨厌同性恋，其中一个就是怕一切的秩序来崩溃，怕一切的本来应该存家庭的神圣性存在的制度崩溃了嘛，而且焦虑。同性恋通常是对男人的雄性的自我概念的挑战哈。假如这个男人爱我，那不是很容易把我变成一个被欲望的对象吗？他就会整个非常焦虑，很容易崩溃。可是我倒蛮喜欢美国欧美世界最近几年流行的一个字，以前这样分嘛你是 gay 还是不是 gay， 对不对？现在流行一个词叫 gay to be， 就是说你有可能是 gay， to be 就是说未来就是说你可能还没知道，我也不排除这个可能未确定。对，所以现在在美国年轻人社交圈很喜欢说Are you gay？ 你是 gay 吗？你要不回答 gay to be， 没错。然后他再说 to be or not to be， that is a question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他这样来解释，就是说你本来在异性恋当中，但是突然你发现你爱的不是异性，他这个发现可以得很晚，40岁、50岁都可以，然后你才发现你是一个同性恋，你就变掉。有这样。我们原来的解释是，你原来是忠诚于这个感情，后来你变了心了。你看，这个是完全不同的一种话语的解说。就是我觉得这同性恋里啊有很多种啊，其中有一种啊是探索人类的极限的。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。但是他觉得